请各号位乘务员检查应急设备。飞行愉快，飞行愉快，飞行愉快，飞行愉快。四川八六三三，请讲。现在有点故障，我申请下方。大家不用担心，请把安全带系好。下方监测我要返航了，现在风挡裂了。风挡裂了是吧？哎，对的。四川八六三三，前下方监测保持。先生，请系好安全带。4川8633，连续右转分成中，稍等，请回答。空中的飞机帮我叫一下，4川8633，我叫不到号。我相信常见的，他肯定能把飞机给开回来。请相信我们，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有信心、有能力保证您的安全。飞机在转圈，快点让我往回退。我们需要您的信任。四川八六三三，我叫不到他了。四川八六三三，您的电话是上方的电话。各位乘客，从飞行员到乘务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。请相信我们的机长。我们会一起回去。观众呢知道的就是2018年5月14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但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，整个开始的过程是什么，观众是不知道的。这个职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面对自己的工作，而这份工作要承载着很多人的平安，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呢？这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每一个人物都是真实的。你塑造一个英雄人物，你要使出12分的力量。都是这样，全都是这个就比较真实。当时刘机长、梁机长、徐瑞辰副驾驶在800公里的风速下是怎么坚持，我真的很难以想象。飞行员也是一样，有使命感的，跟这个原型多去交流，多去探讨，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呈现这个人物。好 ，OK， 搞定。好 ，OK， good take， good take， 开始。这个戏很瞩目，刘伟强导演也有很大的压力。导演考虑的、想的要更多一些。它是模拟了一个整个的一个 A319 飞机，包括它的驾驶舱一比一还原，三舱联动也是国内第一次做的。它的精确度误差不超过0.1度，可以俯仰滚转。
它有很多吸引观众进电影院的理由，一定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官视听的体验。中国机长，感动中国，感动你我。各号位乘务员请注意，各舱门预位并交叉检查。今天的最好注意向上部鞠躬。早上好，欢迎您登机。您好，欢迎登机。好的，然后我再来一遍。这个还能稍微理解，这个就完全看不懂。高度、速度、航向，我现在老没弄明白，这个应该往哪边挪？快要落地的时候要稍微抬一些。四轮，好了，飞。Radar，Radar。有点颠，拉的不够。那应该再往回带一点。对。在航员他们拍机前就要去训练，这是发动机系统，这是通信系统。我录下了很多的视频。三个机长，我做过一些交流，主要是驾驶舱啊和飞行的一些方面，他们很精。我们要最基本的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相当于半制动啊 ，off。我们有做飞行培训，上午学理论，下午在模拟舱里学驾驶，都要等到他。对，反应为止，按下。妈呀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按钮的地方？有无数的按钮闪烁着神秘的光。这个门要随时关，很容易撞着头。开拍之前，所有的这个演职人员接受了三个多月一个学习和培训。你的身体可以侧卧，就在你手里面吧。没有绳索，自己摔出去，要飞出去的那种摔。很痛，可是后来我看到那个回放的时候，会觉得这是真实的，非常严谨的去完成自己的细节。对我们的电影很大很大的工作，希望观众喜欢。